好，我们12点准时录影，先把正事做完。来，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占星大师小小小小小小上来上来，占星大师，你的节目开始了。来，动耳朵上来，占星大师，不要不开心。占星大师，我已经有帮你买罐罐了。占星大师，你们现在都要弱你嘛？这样我们怎么录节目？这样节目怎么进行？你们要很识大体的，就是说我们就是热爱我们的工作，反正没有肉你谁热爱我们的工作，反正我们就是要很识大体的，热爱我们，热爱我们的生活，热爱我们的工作。我喜欢当占星大师，让大家认识我小霞霞，我是明虾，没有了。我们猫觉得过着幸福快乐，有东西吃，妈妈很爱我们，最重要。但很爱你们也是要花钱，爱不是不用花钱，看医生啊或是检查，不是说要花大钱，可是你如果只会说你很爱他，然后你不花钱，我会觉得这就很蠢。但花很多钱跟很爱他不，因为像猫有人真的很机车，你花很多钱还虐待他，真的是很生气。确实，我花那么多钱买东西给他吃，然后你那东西还让他生病，那真的是哦，那真的是会气到爆炸。啊，占星大师，来，我们要录影了啦！我们的录影前2分钟都在吃东西，我们把正事做完，晚上去打关打打看，先把正事都弄完。对了，游戏里面，其实我不会跟玩家吵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少真的在讨论游戏内容，是真的。小小，你不录影，今天节目要开天窗了。嗯，塔罗大师那天就交给你了，占星大师闪猫了，占星大师吃完不录影，好机车哦。昨天也是因为他没有来录啊，12点没有来录，我才没有开节目，没有开节目的。好好好，那塔罗大师今天交给你了。对。而且那我不会讲那个算了，因为你那都看 ID 你可能不知道谁是谁，那都会给一些很奇特的建议。可能毕竟我是现代人，就算不要说你是外国人，现代人的观念跟古代人真的不一样。算了，不想讲。欸，其实一般玩员像我以前玩魔兽，大家不会特别叫你怎么，因为就是有人他就是会做一些农田啊或者什么的事，就是你爱怎么玩，只要你过得了关或是有出团，因为这游戏没有出团，它的 PVE 就是你个人打定，就是给大家看分数这样而已，看你打的状况，打到哪一关。所以我有时候会贴图，因为打到一半你看不到，你要打到整关你才看得到我打到哪里。啊，就这样给人家看而已，看看你的那个进度而已。像以前魔兽也是，你就是出团，每次像我以前玩那个什么。术士多血，你看我的队友根本就不知道啊！就是我出团前都要有2个小时去吸灵魂石，至少要吸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然后我的包包里面要装满灵石，可我从来不会跟他们讲，因为我喜欢那个角色。那角色虽然说他好像后来一直被魔兽有 nerf 的人干掉，可是我还蛮喜欢玩术士的，因为我就喜欢宠物啊，跟宠物融为一体。过来，来小贝贝来，好来录影了。他说我不是宠物，我是家人。好了，过来是家人。快点，贵公猫，贵公猫，换你录影了啦！我们节目4分钟了，要开天窗了啦！小妹妹来录影了，哦，好乖，好乖，哦，今天小帅会代班，啊，好，那我们赶快来占星，占星先占星座，啊，小帅会代班呢，哇，谢谢小帅会的光临。今天是什么？金牛座，不要。他又不要星座闪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占卜我，因为已经快5分钟了。哦，哎，你占到这个是什么？处女座，处女座，哎，不对，这不是处女座，这是天蝎座，不要，不要。嗯，好，你玩，好可爱，这边这么可爱的小妈妈，又射手座的，没关系，大家就看啊，好可爱。好，我先抓这个，会不会抓到鹿角蛇？这是个人自尊的问题。
没有。哎、啊，不对，这张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张是这张我没看过。这一张是人性，哎、欸，也还算有人性，人群互相依赖，人性中的好与恶 ，manas， 人性。我现在比较重猫性，可是人性也是啊。你怎么会叫人家花钱玩的？你一开始，那你一开始就让人家玩开心农场或什么，叫人家不会生气。就是有的人喜欢玩真的放自己然后不动的游戏，你听得懂吗？像听得懂。听得懂，这样人家就不会生气，这是人性。就是我一开始知道是这样啊，我也不会生气啊，就是上线寻一下而已，寻一下惨。好像他在游戏里面只有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可以寻惨，我晚上要种草莓还不行，种草莓不是那个种草莓。小贝贝他说不要种草莓啦，好，不要种草莓。正果，而且为什么正果有衣服，贵公子没有？如果贵公子有衣服，我可能真的会买，可是贵公子没有，正果出什么衣服啦？我知道会加门客战力，可是那我不如去买李神手的。而且我看那点数很多，我不知道那怎么算，那太难了。就是我不太习惯那游戏什么加33点，什么礼包一直加一直买一包还可以，你说一直加那我不懂。好，侮辱野牛，原始的欲望，冲动，健康，强壮，坚强，改变，男性权利，政府兔门，条件资格，长指意外。突然意外的变化，要蛮力意志力达成，我们要蛮力跟意志力达成它。血尿是猫奴血尿，猫不血尿，猫在这边睡觉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录完咯。小帅会大放手，放上他的性感小手手跟性感小肚肚，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性感姿势。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性感小笨灰的，不是小笨灰，还是我是小聪明灰哈。小聪明灰，你看他瞪我了，不可以叫他小笨灰哦。虽然我这只是觉得很可爱的叫法，我们要在性感小帅灰的帅脸下结束这个节目。那今天就是人性跟要用蛮力跟意志力达成。好啦，先这样子咯。嗯，好帅好帅哦，怎么那么帅啊？好，录完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很轻松的录完了，然后大家就不用看星座，那颗星座闪已经被小帅回不知道放到哪里去，好，在这边了，好，录完了，嗯，谢谢小帅回今天代替小小录，拜拜。